我俩走路正聊着呢啊，说给我妈买个箱子，在大道边上捡一个，是贴没贴条？看看。贴了。贴了。谁扔的？是，妈就想要这种带抽屉的，你知道吧？这贴好啊，直接崩压去呗。你能暴动不？得来全不费工夫啊，这枕头缺不缺？你可拉倒，那个不要。我抬不动啊。咱俩一起抬。走吧。装空调的也来了，上次我们在他家买的二手家电。哎，等会儿把你这车借我用一下子呗。这个车借我用一下。这车是现成的啊，这都现成的，多好。走你。来全不费工夫，咱俩不用买了的。哎呀妈呀，今天这啥点啊？柜子也是白来的，车也是白来的。有的是来韩国打工的，就家电啥的都有捡的。是，我家那冰箱，我爸我妈住那块儿，嗯，那都是捡的。以前我们住如良金那个也是，都是。嗯，家具也能捡。一般像在韩国吧，他搬家的话，嗯，这些东西都不愿意拿走。所以就都扔。嗯，咱俩还雇车上天把这些东西拉回来的，舍不得扔啊。是，完了再说了，他扔也得花钱。嗯，买这条不得花钱吗？是，贴这一个条还好几千呢吧。这小院也挺好的啊。你说咱们在这块夏天户外烧烤能行吗？不行，上面有烟。天气都热了，给我爸妈装个空调，二手的，30万。空调安哪儿，媳妇儿？那不有原来装完的地方吗？瞅你腿哦，整了这腿。那柜子放哪儿啊？等会儿。那个就放这，到时候让妈自己看着整呗。就放这个假得了，要不？那也行，放这个。哎呦，把心里的阿姨。阿姨，我们的。等会儿安完空调，咱俩干啥呀？开床垫子。哪来的床垫子？别人给咱们。嗯。去取去。这二手的跟新的似的呢。这好看。这不是新的吗？这二手的。30是，要给他们这边我送一车。啊，你给存过也要？哎，你给谁打你呀？存个。存过就。啊，存过也要。这个呢，40万좀넘어요。嗯。근데이거는얼마안쓴거라。嗯。이거1년도안됐어요。我说二手的跟新的，跟新的似的，他以为说20万呢。你信不？我就说。哎呀呀！哎，我给你说。他为什么要帮你？互相帮助嘛。一到你这儿就互相帮助了。不，我那个意思互相帮助。不是吗？是咋了呀？小暖心。이거무슨금방이거대표적으로어떻게하려고해아그냥임시로뭐물건좀임시가문제가아니라그이거금방이렇게다돼요아괜찮아요괜찮아요妥了吗哎这么看也挺好哈越来越有样了吗是就是下边那个起皮那边嗯他们主要是在这块上下班啥的装点衣服然后过段时间我还得回去给他们装修呢嗯那个房子是那啥时候开始整啊快了现在一点点忙了嗯现在都安装完了试一下没插电呢이거카이버스아니야응좋았어요先插电还抽不出凉风啊
바깥에돌아야냉이남아요가스충전했어요예했죠안하면못해요여기온도를실내온도보다낮게설정해야돼요18도가최하예요최하그러니까18도이상이되지않으면에어컨은가동이안돼이실내온도가지금여기가18도가넘으면20도잖아요지금현재가지금의온도가20도라는얘기고이건설정온도아네그리고이거좀보기좋게영어로써있어요외국분들도보기좋게이게운전이게모드모드모드중국어를보면안돼요그게안되죠그게어디있어 이거이거만쓰시면돼쿨아다른거쓰실필요없어저는알아요그냥껐다켰다만하세요왜냐면이건어차피콘케어만되기때문에그뭐넝펑이상안나와요거기차가운바람밖에안나와어차피暖风你的意思是暖风不出来예당연하죠에어컨이니까난치가아니에요저게중국하고똑같이생각하면안돼중국은냉난방이잖아요대부분이거근데이건이거냉난방도쓰보고만약에나중에찬바람안나오면이상있으면연락주세요네예갑니다갈게요예수고하셨습니다出来了、看看独门独院啊嫂子好他家这房可带劲了啊来了那天晚上来的偷摸的哎呀呀那天下午把门锁好了啊这他家仓库吗你说我不来我能知道吗然后可以在这上面烧烤啥的还进去啊还进了吧没没有你家孩子在家里是没回来呢我去接呢我这我这回来我提前回来我做饭来了这个是嫂子给我们留的垫子床垫还行你看这屋进来了我这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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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是。哎，真大呀，这个。参观参观，参观参观。嫂子跟哥也不容易，在这边创业啥的，是吧？我俩是全靠自己。嗯，看见没？八八初三那个牛肉嘛，没？在富川市场里边。你进去接孩子去啊？我这半那个四点半就赶趟。嗯，我俩走了。走吧，没事。我俩抬那个床垫子，等下回来。下回来咱们一起吃点儿。我就说嘛，我那天我还说呢，我说咱们等着，咱不都周二放假吗？放假的时候一起出去玩一趟。对呀，是多好啊！行，那下次咱们休息一起出去。对呀，你等有空的时候，那个咱们不出去，来家里边烧烤也行。完了，到时候我们想在那块整一个那个烤盘儿嘛，对，炉子完了在那块烤，这不也行吗？肉都现成的，是嫂子。人也现成的，下面卤鸡爪儿。嗯，这是小木屋楼，这是小木屋，能吊上来了。哎，你这大体格，你白吃那么多饭了。哎呀，我能整，这玩意儿一般干过活人都知道咋背，看见没？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妈呀，小心点儿。不行，那太大了，你拿不了。干工地，我这玩意儿拿不了。哎呀，哎，那么沉呢？哎妈呀，都新的呀！嗯，他刚买不长时间，这一个就够用了。因为哥那个腰不好嘛，所以他又换个床垫子。啊，这一个好像50万呢。是这玩意儿，奇梦斯垫子老贵了，嘎嘎新的。摆这块正好啊，再把那一个取过来。歇会儿，这俩床垫都取回来了。
摆这合适吗，媳妇儿？那也就能这么摆了。摆一个还小，摆两个还有点大，是吧？也行，但是这个好像被褥不够大吧，得铺上去。歇会儿。哎呦，肚子都露出来了。这下子我爸妈也不用睡地板了啊，挺好。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呗？啊，装个空调，剪一个这个，还整个这个，挺好的吧？是。给它铺上，咱们还得上店里烙饼去。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拜拜。